2020东京奥运的这个羽球男双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，也就是我们这个新奥运刚好呼应，因此呢，我们就决定把这个综合球场把它命名为林洋馆。哎，大家有掌声吗？再度恭喜我们这个新奥运，还有我们林洋馆将这个建制成功。